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放松自己的意识状态，用自己的意念宣告，我要用这次的冥想带给地球上的动物更多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关爱。呼请来自神圣本源的紫罗兰火焰，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保护罩。在冥想之前、冥想的过程当中以及冥想之后，保护自己。同时呼请紫罗兰火焰转化一切不符合圣光的人、事、
悟。观想银河中央太阳发出一道洁白明亮的光柱，观想光柱穿越这个宇宙所有银河系的银河中央太阳，然后观想这道光柱穿越我们的银河中央太阳，穿越我们的银河系，穿越太阳系，穿越太阳系所有的光之存有，接着穿过地球上的所有众生和自己的身体，进入地球的中心，观想这道洁白明亮的圣光流经你的心轮，然后流经你的双手，发送给地球上所有的动物。观想它们被圣光包围着，并且给它们提供保护。
观想地球上所有的动物都得到更多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关爱。观想地球上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与人类和谐共处，快乐而自由的生活，不受任何的伤害。